先办个楼嘛。来人！看来买个电饭盒了，求你求。不要在这里。那边出去干啥去？干啥去？两百来个，两百来个，三百。好呀，好呀，好呀！哥子，喂！来来，要几根烟吗？还没打够。我这里没有工地。那是你从农场里那个出来这里呀？我家跟你说，那我脾气可以呀。